刮刮刮，每年的5月份，这外面就有很多气球，每天晚上都在叫，每天晚上都叫。现在4:51，然后呢，现在要出发去城里去买枇杷。不是喜欢吃的，因为也是奶奶她长得那很肥。怎么2箱枇杷2个人行？那么你晓得吃啥东西？你就去买3斤。我出来。你这人怎么去？这太老苦了。中午那个真的。完了，你看那个他的，葡萄籽一个那个，他整的呀，葡萄籽的，你说不快的有啥事？反正是，这个大的好多，他说，大的还有七块，还有七块啊，还有七块，有点都高，大的小的高，我买的挺高的啊，他说，啊，七块嘛，你说，这个听，你说我都是卖到的，我就给你摆老实话。这个6，这个3，我们两个人没得牛皮，啥子好生个生意说不成搞。哎，你趁着嘛，哎，这个就得了，对吧？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买七八。对。哎。妈妈给桃子也。哎。我也跟他说了的。37斤，7斤7，6。哎，对。这个。这个30斤，30斤04两，5两。这豆豆4斤半，嘎，4斤，290。嗯。啊，嘎，290。刚刚说4斤多，说。刚刚才4斤多，好吧，称一下嘛，就两个都有啥子，嘎。哎。刚好不。刚好8斤了嘛。多出来1斤。1斤半嘛。哎，一半，那儿那个还有个半斤嘛。哎呀，哦，算了，那行不？292，嘎。哎，292，过来看一下。这是卖什么的？不知道，遮住了，全是枇杷。啊，这个是杏仁。各种水果，哇塞！这个是枇杷，买枇杷？哎，不。我是买的那叫高起，可以高起。油条。哦，你们这很在打那个？嗯。哦，这个很好打。这也是油条，杏子。油条。枇杷，啊不，我看着都还以为我来买枇杷，我们家那有枇杷。油桃，枇杷，然后这边也是。可爱嘛，这个桃子，很贵了，我就是要桃子大的。哇，桃子，对，桃子，这是毛桃子，嗯，好了，没有了，这一片，全是卖这些水果的，总共卖3种水果，枇杷、桃子、杏子。现在这个季节，我们本地基本上就是这些水果。早上4点多起来，然后现在5:48把枇杷卖了。我们还卖的比较顺利，因为提前和那个贩子联系了，然后过来就卖给他了。然后他们这些就是还要摆摊，就是摆在地上等这些贩子来看，来慢慢买，所以他们可能还要卖的久一点，我们就来了就卖。但是这个价钱好像比前一两天要便宜一些，前3天吧。那个大果都能够卖到8块，然后今天就是我们喊价7块，然后他还价还成6.5块，然后小果也便宜，小果才给3块钱，但是相比于去年还
还是好的多了，应该说比去年的价格现在来说还是贵一倍。去年大果才卖3块4块，零售才卖5-6块，小果小一点果子才卖1块多，1.5块2块。来来，现在要回家了，回家去了之后还要去摘枇杷，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认识的人，他也要一筐枇杷，而且还是今天必须要，所以待会儿回去了之后早上还要去摘一筐。中午差不多10点多就给他弄过来。人都走了一大半了，然后刚才这一片全是人，我们来的时候这一片全是人，然后现在人都没有了，这些果子都卖掉了，然后这些贩子差不多把想买的果子都买完，都买到了，然后他们也走了。6点了，这个天都大亮了，你看。然后我刚才说走没有走，因为我妈还在给那些贩子在那里聊，不知道说什么。然后说一说为啥卖2筐枇杷，两个人来。以前的话我们这个枇杷都是在家里就卖了，因为那个贩子他会跑到家里来收，但是今年这个枇杷太少了，贩子不来了，因为一般到村里来的贩子都是开着一个货车来，他一收就要收一货车，然后今年这个枇杷比较少，他就懒得跑就没有来，然后就只有自己拖到村里来卖，然后我妈又不会骑三轮车，然后就我来卖。啊，那买就是买几千啊，你买几千嘛。现在6:30，太阳都还没有出来。6点钟的时候我爸又去摘枇杷了，因为另外一个贩子还要一筐，然后现在摘完回来了。这个桶呢？三篮，哪个都是。哇塞，这个枇杷就三篮了。哎，你就吃馒头吧。他下不来了，他你懒得碰，种这么点枇杷懒得碰，他下不来，还是困大桃子了。哎，好青菜，酸菜。早上简简单单吃馒头配酸菜，好吧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